当心！终于等到你们来了。这魔的确不简单，不能真没意思。哎，这两口子真是不听人讲话。没事吧，彩儿？没事。妩媚，你还等什么？真稀奇啊，大哥怎么想起我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打输了。老子没输，是他们二打一。要不是你磨磨蹭蹭的不出来，那丫头怎么可能偷袭到我？这什么情况？他怎么没死？他们是一体双生。什么？别跟他们那么客气，杀了他们，下个月身体给你操控。一言为定。那就来吧。攻击，正面对上根本伤不到他。啊！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力量这么强，他是咒灵鹰狂战是吗？不愧是我的影子，刚才那一击可真是美丽呢。却现在，还不错的少年，可惜杀气太重。
别想要了。团长，是团长。团长回来了。又是你。彩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。算出现了，这次我要把你砍成碎片。该被千刀万剐的是你。蛇蝎丛生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我可无效，真是烦死了。残忍的老鼠，给我去死吧！光明之火，还想联手？我可会让你们如愿！现在就剩你了，你很快就要死在我手上了。那个女人也很快会对我的剑吸干淋漓，我可没那么容易被你困住。什么？六道巡回第一式，眼之巡回，烦不烦啊？看来几次，这对我没用，是吧？神域，阴阳三绝，烈阳焚空。火焰根本无法伤到我，怎么可能？人类是杀不死我的，我只会一次比一次更强，等我下次复生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等着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烧成灰了。但听他最后那句话，他极有可能再度卷土重来。可恶，没完没了的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彻底消灭它？神窝，嗯，日月神窝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传说中日月神窝是和平的象征，每当乱世征伐不止，他便会现身辅佐一位命定之人，终结战乱，带来和平。关于他的能力众说纷纭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拥有驾驭时空的能力，可以预知未来，但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他那无敌的防御能力，能抵御一切伤害。在联盟有记载的历史上，日月神窝上一次降临带来了人类的辉煌年代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命定之子。那现在日月神窝再度降临，是不是意味着……但很可惜，他的力量在6000多年前的那场浩劫中已经耗尽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仅如此，我所见到的也只是日月神窝留下的一道残影，他的真身被蛇魔神安杜马里囚禁在祭祀大阵中心，即将消亡。
安杜玛里率领蛇魔入侵此地，布下祭祀大阵，就是为了夺取日月神窝最后的力量。明天日月交替的黎明时分，便是日月神窝最虚弱的时候。一旦安杜玛里成功将日月神窝吸收，他的实力便会大幅提升，成为足以匹敌前十柱魔神的存在。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。啊！这下好了，别说回去了，明天大家都要死在这儿。啊！连圣灵都被安杜玛里抓住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不过，圣灵前辈用保存在王之界里的最后一丝力量，为我指引了一条击溃蛇魔神安杜玛里、拯救所有人的路。命定之子，只要你跟随命运的指引，继续努力向前，你一定能击败安杜玛里，改变这一切，拯救所有人。这个神窝之心你收好，最后你会用到它的。我们一定能战胜安杜玛里。还好还好，差点以为只能活到明天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，你的确有把握对付安杜玛里，那就用蛇丝的命来证明。只要能报仇，我这条命都是你的。我等誓死听从命定之子吩咐。祭品呈上来，来人！人呢？他给我死哪儿去了？行不行？我现在就把你们全杀了！你的守卫都在这儿呢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团长说的没错，你果然会在你的祭祀柱上复生。让你血债血偿！难道你们真的以为能杀掉我？那就试试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的死期？可笑！不管你杀了我多少次，我都会再度复生。就算我刚复活，也不是你们这些老鼠能对付的。宝玉，真是可笑！
我，那就看看这根柱子没了后还能不能复生。香火泛滥的祭祀柱，别做梦了，我早就说了，我的祭祀柱是从妈妈的魔神柱分化而来的，世界上没有人能摧毁它。如果圣灵前辈说的都是真的，命定之子，你已踏上了击溃蛇魔神的路，你一定能击败安杜玛里，改变一切，拯救自己的命运。怎么可能？耶！祭祀柱断了，他想威武。他做到了。我们团长果然是命定之子。你也该去死了。不可能！那祭祀柱不可能会破坏，你们究竟干了什么？作为父王。全族性命，暴恐天恨！大哥，还吧，替我报仇！父王，我们为您报仇了。父王，您看到了吗？命定之子真的破坏了祭祀柱，虽然一族有救了。小心，祭祀柱的能量失控了。吸收祭祀柱里的能量，妈妈，他弟竟然被杀了，竟然有人能破坏祭祀柱，那些老鼠就交给我们吧，让我去吧，任何忤逆妈妈的存在都必须死。先别管那些该死的老鼠。祭祀之时即将到来，这才是绝对不容有失的，守好你们的祭祀柱。是妈妈。很快，你就是我的了。终于喝上一口热汤了。希望这个秘密据点不会被那些蛇魔发现。也不知道王子王女殿下与命定之子有没有见到圣灵大人。我的球，快给我停下！这里河流众多，且路线错综复杂，所以神魔鲜少把守。我们此行寻找圣灵，走水路会更安全。但我觉得我不是很安全。哟，伟大的命定之子和他的伙伴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你们要是不行，可以求我带你们呢。大家跟上。拜拜。我们飞天遁地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呢。卑鄙的外乡人，竟然提前训练过。在左边，调转方向，大家全速前进，争取尽早找到圣灵。王之界正指引着命定之子寻找森然一族最后的希望，但王之界的离开也意味着圣地完全暴露，恐怖的潮水将淹没我族最后一处栖身之所。为确保我们森然一族血脉的延绵不息，一部分族众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迁徙的征途，他们告别了熟悉的家园，只为保存我们森然一族的未来。族人们，至暗时刻已经到来，只有用我们的骨血浇筑这片不朽的土地，才能长出新生的枝芽。我等誓死追随吾王，守卫圣地。前面就是森然的老巢，都给我冲！蛇四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是那几个人类告诉你的吧？但让你们失望了。只要祭祀住在，我就是不死之身。没想到蛇魔一族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识相的就赶紧交出那些人类，否则今天就把你们前族灭光光。哼，我们的命就在这里，有本事就尽管来拿。老东西，找死！我之前也要拉你垫背。给我上！这个老不死的，被妈妈打的八阶巅峰的实力都用不了了，这还这么单纯。厉害！我的丝线进不了你的身，但你的符咒可防不住啊！住手！第二个。我竟然伤到了王！哎呀，手滑了一下。王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为什么挡了路？还想跟我斗？不自量力！蛇四，我要你偿命！阴波抛涌。
要怪就怪你包庇了那几个人类，他们才会变成这样。老东西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交出那些人来。不然。王之介的感应变强，圣灵应该就在附近了。可这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山石。进去啊！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先在外面等我，我会尽快找到圣灵回来。若是蛇魔来袭，该避就避，保全自身。彩儿就拜托你们了。团长，你就放心吧，你进去也要注意安全哦。你终于走到了这里，命定之子。我已在此地等候了你数千年，命定之子。预言之时即将到来，整个世界都将因你而发生改变。凭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？他明明是一个外人，真是什么好处都给他一个人占了。要是把王之戒给我，我也能进去把圣灵带回来。再犯浑就给我滚回去！都多大了，还这么意气用事？未来父王怎么敢把森然一族交给你？你们压根就没想过要交给我吧？我看你们宁愿交给那个外人。什么人？森然之王！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是蛇魔追过来了。父王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参见吴王。父王不会是反悔了，要收回我的明夜之光？但森然之王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父王，不要过去，小心！不要靠近他，他现在不是你的父王。什么？蛇四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，找到你们可花了我不少时间。这老东西可是宁愿死，也不告诉我你到底躲在哪儿呢。所以，我只能把它做成我的玩具了。给我上！父王，父王竟然死了！蛇四，我要杀了你！彩无娘，让我们自己来。蛇四，我要杀了你！父王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想伤您。我怕。才一个就激动成这个样子，要是知道我把你们整个老鼠窝都钻了，岂不是要气死？什么？圣地的族人都被你杀了？蛇四，你。
全断了，还有一只老鼠呢，去哪里了？算了，盯着你们的人头去找他也行，反正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闭嘴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们是杀不死那无限复生的我的。现在就让我送你们最后一程。住手！不好，副队长！这一招对你们还真是百试百灵了，你的命是我的了。再动他一下，下去也想要你。